生首的三个节期，出埃及记23:14-19。一年三次，你要向我守节，你要守除酵节，照我所吩咐你的，在亚不月内所定的日期，吃无酵饼7天，谁也不可空手朝见我，因为你是这月出了埃及。又要守收割节，所收的是你田间所种劳碌得来初熟之物，并在年底收藏，要守收藏节。一切的男丁要一年三次朝见主耶和华，不可将我祭牲的血和有酵的饼一同献上，也不可将我节上祭牲的脂油留到早晨。地里首先初熟之物要送到耶和华你神的殿，不可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。经文读毕。